時嘅第三至五日，初步確認嘅 O D 死，頸部雖然有俾人撞擊痕跡，但傷痕唔深。犯人呢邊口水浸過，冇跡象留低，正喺指甲度發現唔屬於死者表線，已經拎咗去化驗。你認屍體發現案嘢，先問翻張日峰喺唔喺度？一丁丁啊，我想問下北方警務處。其實我哋仲調查緊，我哋知道佢嚟緊會係你最後一次聯絡佢幾時。三日前我同佢上旺角度傾古仔，只留佢一個手續。傾古仔點解唔喺度傾要對你阿爸嘅嘢？我老豆叫嘅，我想佢有放鬆啲啊嘛。咁你哋咧有冇見過佢？本身今日咧約咗佢試衫噶，但由尋日到今日。